那天谢谢你，我妈应该是因为你，所以那一晚过了那一关。没有啦，是医生厉害啊。昏迷的人通常都还有听觉，他应该是听见你说的话。虽然他现在还在昏迷，但是至少状况稳定下来了。还会冷吗？啊！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我不碰你，对不起，你不要哭。没事，我只是。你听见了吗？我的心跳声。我知道，那个人离开你之后，你就把心给锁起来，所以你忘记怎么哭，忘记怎么笑，忘记怎么去爱一个人。但是没关系，就算你的心被锁起来，我还是会很拼命、很拼命的找到钥匙，把它打开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好吗？我们赶快回去看我妈吧，她一定很想要听你讲实话。